他必除了得分之外，他可能还要封锁 JC 战象。JC 战象马上还以颜色，也来一个 slam down， 是坦克切入，还是飞身灌篮？重点是他没有在保留的，就算是昨天的比赛。李家俊，哇哦，这个球，这个赛季是有一定的外线能力的。JC 每场比赛 1.6 个三分。JC 往内切，找到了空间，但这个球没有能放弃，但是进攻篮板补进，自投自抢。JC 战象接获队友的传球，往内切，哇哦，秀了一下他的 muscle。 黄春雄接班人温丽煌来上场，哇哦，JC 战象再次展现他的坦克切，进算 N1。 这 power play 啊，他的一个打法真的蛮不讲理啊。哦，李金榜已经想办法要毁掉他了，手压上去拉也没有用。这个真的就是坦克切入，哦，一台坦克从中间开进来，你防守位置站得再好，协防再快都没有太多的作用。真的，就算你站好了位置，你都手都 JC 战象他肯定想要来还以颜色，可以差一点点，进攻篮板也没能做到。哇，这次战象非常的拼啊，很像他的这样的一个拼劲，这就是为什么球迷喜欢他的原因。我来看一下这个球的重播，这次战象一个 hustle play， 当然做挡人。哦，这次战象的外线投射也还以颜色，不是只有你会投外线。这次战余焕雅回给 JC 战象，计算 N1。 哇，这一来一往对浦原来讲非常的，我们看到这个球吴家俊已经跑出机会，跑出空档了，但没有能投进，反而造成了失分的危机。这个三分打顺利完成， JC 战象JC 战象又要往坦克切了，两分又让他放进，你就是挡不住他。再给 JC 战象，JC 找机会往内切，脚步又切进去了，换到左手的上篮拿分。双方这防守，对，我们来看看浦原在这一波的防守。啊哈，这一节的防守做得不错。哇，这个时候 JC 战象用这个球防守也是非常到位哦。又放空了 JC 战象，外线的投射又进了。JC 战象今天化身为射手。在本节这次九泰拿到了26分了，今天不是坦克啊，今天是高射炮。哇，也把这个球献给了场边的观众。这第三节还有2分钟， JC 外线，哦，确实是有个 Curry， 只是到另外一队去了。哇，那这样对浦原来讲就危险啦。这个球 JC 的外线投射还造成了犯规，有机会来挑战四分打。麻烦就在于说 JC 战象今天除了切入的破坏力之外啊，他这场比赛的外线还那么的准啊。在这场比赛九泰要力求小输或者是赢球啊，但是看起来 JC 战象不只要小输，他要带着球队拿着胜利走进季后赛。今天的 JC 战象他背上装了一个炮塔，我今天投起来特急，来到下半场封锁不住 JC， 我觉得唯一能够守住他就只有刘家发教练了，不要让他上来，让他下。JC 外线的投射，三分球又进了。哦，对，九泰，我们看一下 JC 这个球。哇哦，今天是真的准。哇，这个球又发生了失误， JC 战象还要小开单手暴扣。哇哇，这个球就像昨天一样，在赛场的后半段用自己的暴扣来激励一下士气。哇，这个球是 dunk in your face 啊，直接给你一个严扣。我们再看一次这个慢动作。哇，这个球有点像是跟 Anthony Edwards 致敬的感觉啊，直接骑在对方的身上，在李家康的身上把球给扣进去。
加巴投进，拿到 JC 战象的第40分，也是本季的生涯。